我要求你们今天要判我死刑，你们拖延时间。被告人吴勇，请回答法庭提问。我想拒绝回答，因为我想用这种无声。好了，你拒绝回答，你就不要开枪了啊。这个四川狠人正准备施法，就被法官无情打断。看上去正气凛然的他，却是极其狂妄的红领巾杀手。他连续作案六年，制造了八起轰动全国的大案，不仅袭击哨兵、抢劫收费站，还枪杀12岁的无辜男孩，捅死自己的亲密战友。而他的同伙除了流浪汉，竟然还有精神病人。时间2008年11月11日，地点四川宜宾北高速口。这天下午，收费站的工作人员正准备交款换班，突然听到三声枪响，两名蒙面歹徒手持双管猎枪闯入亭内，将16000元现金一扫而空，全程只用了4分钟。当警方火速赶往现场时，他们早已离开，并且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而这伙劫匪仅仅消停了3个月，就再次现身来到了宜宾南收费站。相比于上次来说，这次他们不仅多了名新成员，作案手法也更加简单粗暴。只见窗外的歹徒疯狂用枪扫射，收费员吓得惊慌失措，不停地挪动椅子掩护自己。另外一名歹徒抡起大刀，一边疯狂怒砸玻璃，一边威胁里面的人赶紧开门。在歹徒砸窗的同时，一位收费员趁他们不注意，悄悄按下报警器。接到报警后，警方立即派出了500多名警力赶赴现场。此时三名歌手还被蒙在鼓里，他们不紧不慢地继续着手里的动作，两个人负责网封，一个人负责装钱。短短几分钟的时间，便抢走了将近50000元现金。而搞钱期间，歌手竟然还有闲情雅致和收费员聊天。我算是小刀拉屁股开眼了，没见过这么嚣张的劫匪。事成之后，他们还对着摄像头招手挑衅，像个没事人一样淡定地越过铁丝网往山上跑去。警方到达现场后，立刻兵分多路前去追捕，可即便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，也没有找到任何踪迹，只发现了一些被歹徒丢弃在路边的工具。为了将这伙猖狂的歹徒尽快绳之以法，宜宾警方将此案定为了1号大案，一方面抽调警力继续搜捕，一方面对现场勘查取证。很快，技术人员便有了收获。经过对嫌疑人的样貌、工具以及作案手法的分析比对，警方发现此案和2008年的收费站被抢案、2003年的哨兵袭击案、保安袭击案都异曲同工，而这些案子都与一位带着当地口音的神秘男子有着莫名的联系。此人熟悉枪械，很可能当过兵。警方当即决定并案处理。我们就发现，在犯罪嫌疑人身上获取的东西，种类繁多，层次低下，不像是正常拥有，所以说我们分析了，接到可能有涉黄的过程。随着调查的深入，宜宾警方的侦查范围也越来越小。经过1个月的走访调查，专案组终于锁定了主犯吴勇。吴勇1978年生人，21岁入伍参军，只熬了半年就待不下去，之后和战友郭某一起逃离了部队，从此过上了拾荒捡破烂的流浪生活。由于他很少与人接触，常常出没于荒无人烟的山林中，警方一时间很难找到他的踪迹。与此同时，吴勇也从报纸电视上看到了自己的通缉信息，不过他并没有慌忙出逃，反而若无其事地继续拾荒，为自己招兵买马，准备再次出击实施抢劫。然而当他带着同伙坐车来到收费站踩点时，却被设卡查牌的警方一眼认出。走到这个乘客旁边，我就问他，这个我把身份证拿出来，他说没得。完了以后我说你姓啥，他说我姓孙。完了我说你不姓孙，你是吴勇。乘客脸色这个突变，马上就想撑起来。在这个时候啊，我就这个说了一句，我说就是他，按到他。吴勇被捕归案后，其他的同伙也先后在宜宾、上海等地落网。后来警方还搜查了吴勇在山里的多个老窝，里面除了有枪支、炸弹等作案用的工具，竟然还有很多刑侦方面的书籍，以及一些日记和记录犯罪过程的自述。没想到吴勇业余时间也不忘学习，通过大记忆恢复术以及他的文字，警方了解到吴勇每次作案前都会更换同伙精心策划，不到10年的时间就先后犯下了8起惊天大案。吴勇和战友郭某从部队出逃后，一路来到河北邢台的某个树林，郭某无意间的一句玩笑话，让吴某感觉自己的理想遭到了鄙视，两人发生口角之争，吴勇一气之下将其捅死。2001年10月，吴勇用假名在宜宾的一家药厂做保安，结识了3个游手好闲的同伙，
几个人知道药厂老板有钱，便动了歪心思，最终劫走了药厂10万元。吴勇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你们这一次抢劫的对象是为什么要选到这一个？我觉得我老板是我资本家，是富商，我家人钱来的不是很正当。得手后，吴勇就不再和他们联系。后来警方将涉案的三人抓获，而吴勇却逍遥法外，隐居山洞，靠拾荒为生。2002年，吴勇偶然碰到了患有精神疾病的老同学唐正芳，此时的他已经一切正常，吴勇感到很是惊奇，询问他是怎么回事。唐正芳告诉吴勇自己有特异功能，甚至还专门为他表演了一番。拿这个蛋来看，看我的也去看得十分的准，说我生下来也不大几的死了，然后说我2岁草掉在粪池头，12岁草弄死，然后23岁遭刀兵追捕，还有预言我活不过33岁。此外，唐正芳还告诉他，只要喝了童男童女的血，就可以获得这样的神力，治自己的精神病。吴勇原本就有报复社会的打算，于是鬼使神差地听信了他的话。两人手持枪械来到山下，刚好看到一个12岁男孩在路边玩，吴勇用棍子打中其颈部，唐正芳持火药枪从背后枪杀。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也是我心中的个阴影，对我来呢，我觉得是我人生的个污点，我现在只能以死性天下。为了制造社会影响，2003年9月11日，吴勇带着汽油瓶、火药枪等作案工具来到宜宾卫星观测站，袭击了2名哨兵，其中一人腹部重伤，一人侥幸躲过了子弹。而吴勇当时还戴着耳机听音乐，携带的枪支不低于10支。那么这些枪支你在带出去之前进行过它的效能的检查没有？进行过多次演练，百发百中。目标达成后，吴勇便迅速逃离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而在袭击案发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吴勇又再次顶风作案。他带着大量工具来到市政府门口，可惜当时是国庆假期，没有人上班，吴勇蹲不到人，怒火中烧，于是准备袭击门卫，没想到对方反应迅速，两人在纠缠中扣动了扳机，凄厉的枪声引来许多围观人员，吴勇只好悻悻离开。2008年10月，吴勇在拾荒的途中意外结识了同行张洪斌。由于张洪斌会用手机上网，对各种新闻消息都了如指掌，让张子顺很是敬佩。而张洪斌平日里十分照顾张子顺，经常会把自己捡来的东西分给他一半，这让身处异乡的张子顺很是感动。两人熟络以后，张洪斌便开始忽悠张子顺抢劫，并承诺事成之后会分给他一大笔钱。起初张子顺还有点慌，但最终还是没有抵住诱惑，趁着双十一狂欢节跑到高速收费站搞钱。2009年11月24日，宜宾法院公开审理的此案，法庭上的吴勇拒绝回答任何问题，只要求立刻判他死刑，并表示自己不会上诉。从他的言行举止上并没有看出一丝悔意，反而那嚣张的表情、无所谓的态度，更像是把这次审判当作表演的舞台。可惜法官并没有按他的套路。好了，你拒绝回答，你就不要开枪了。律师竭尽全力为吴勇做了辩护，一审最终认定被告人吴勇犯故意杀人罪和抢劫罪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死刑。后来吴勇不服上诉，经过法院复核，认为其犯罪性质恶劣，涉案金额巨大，对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极大，故裁定核准了对吴勇的死刑判决。2011年10月21日，吴勇在宜宾市被执行死刑。当初他也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，只因为没钱交学费放弃了高考。原本他想着入伍考军校，可惜只坚持了半年就逃离军队，从此走上了不归路。世界本无善恶之分，是非黑白皆在一念之间，愿你我共勉，以此为戒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